当您要看时间的时候，只需要将手抬起，手表会自动显示时间及背光，而无需进行按键操作。伴随着手势抬放与灯光的熄灭与亮起，让您不论在白天及夜晚都能有最良好的观看模式。但是当您手抬起来，您的腕表却没有反应，那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一，长按右下角按钮，按下设定，滑动至系统，点选显示。这里的活动模式是指运动的时候开启抬手，也可以依您的喜好设定灵敏度。非活动模式的设定操作也是一样，两者都开启就完成了。二，请确认手表的勿扰模式设定的时间，确认勿扰模式于当下是关闭的，且睡眠模式设定是正确的。由于勿扰模式和睡眠模式下，手表的抬手背光与智慧通知等功能都会关闭。您可以在 Garmin Connect 账户里设定您的睡眠时间，在您的正常睡眠时间内，设备会自动进入请勿打扰模式。您也可以长按手表上右上角的按钮进入选单，如要关闭勿扰模式，请点选关闭。上都完成后，确认抬手背光操作如下：一、将手环戴在手上并自然垂下；二、将手臂自然抬起至胸前；三、在执行第二步骤后，不可马上将手臂放下，需维持原姿势一到两秒；四、此时荧幕即可自动显示时间及背光。就这样，现在您已知道抬手背光的设定及使用方法了。如需更多帮助，请参阅 support.garmin.com。